天赶集了，我去买些菜回去。今天赶集的人不是很多啊，估计天气太冷了，人还没有那么早的来。有痰多咳嗽，有干咳，豆腐。中国人豆腐嘞，中国人豆腐。每次赶集我都会来这位爷爷买豆腐，因为他家的豆腐挺好吃的，2块钱4块，是不是很划算啊？我这么多大人，人家包机那么一点呀。那个鸟叫人几呢？3块一斤。单位这是十二年是。这是抬个都是羊肉价钱是吧？这是那个三个好。买点回去。我买三个是吧？武汉这个七天了。还要不？你要。多少钱？3块钱。听说猪肉降价了，去看看多少钱一斤。怕那种，去买点去吧。你买不买牛啊？买呀，你这钱买牛干嘛？那个炖牛叫人家。27块钱。那排骨呢？排骨多少钱一斤呢？排骨带肉是吧？排骨带肉就是28了。那猪脚呢？得脚呢？过来是两个来噻。哦，前蹄和后蹄哦。那前蹄是多少？前蹄是25，后蹄是22。你给我割一斤吧。我切，怎么割呢？这割边割，割边。啊，不要太肥了。还不进来啊？这是猪肉又降价了，27块钱一斤。怎么还不得？卖什么排骨啊？牛肉排骨。还要一斤？还卖7块钱9牛哦。牛肉过来是吧？我要一斤哦。哎，这块肉还挺瘦的哦。40啦。40块钱。我不要那么多啊。这是刚才在那位老板买的肉，40块钱，27块钱一斤。我明明是要一斤的，他给我割了一斤多的肉。然后那位老板呢，就是脾气不太好。算了，我不跟他计较了，买都买了。我再去问问别的老板，看看猪肉是多少钱一斤。那个炖牛就要钱紧了，那个炖牛就要钱紧了。做生意的。前牛的，前头牛的。也是吧。也是吧了。还是这么贵呀？不买了，不买了。这样。